120，是不是要拿买时钟去送钟？如果不是送钟，买这么多时钟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100块要3810块去买。如果安迪去巴萨买菜，都会懂得讲价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安迪你去买，都会懂得看 SO 有没有 discount 啊，加 SO 有没有 discount 啊，加月有没有 discount 啊，谁碰多一点点，你漏过5块钱啊，安迪从这边排到太平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我们政府官员买不会看价钱的，他们算数很差，但是没有贪污，只是买贵吧。加你们 office 用那个 scanner 扫描机啊 ，scan 东西。